系，叶明入咗十强咯，点啊？觉得感觉？好开心，好兴奋嘅，因为其实入咗十强嗰刻系好感动，心里面，因为其实我参加过巨星啦，嗰阵时就24岁、26岁、26岁咗，应该系26岁嘅。咁嗰阵时就因为比赛嘅时候病咗啦，我系去到30强就止步啦，即系冇再喺比赛里面。所以今次再一次可以喺TVB 参加《中年好声音二》啦，咁我系觉得我都冇谂过自己走咁远，系咁入到十强嘅时候，嗰刻已经觉得已经好足够啦，即系好开心。咁但系而家就系、是、即系真系同《中年好声音二》嘅每一位咧，即系太好关系，即系太大家都好有爱，同埋真系冇分即系冇竞争，即系唔系好竞争咁样，大家都好同大家加油啊！即系每一次都 good show 啊！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好。即係冇諗過名次，冇諗排名，即係我覺得大家都係好 enjoy 上到台唱歌呢一件事咯，所以我覺得成個氣氛都係太開心啦！每一次比賽其實見到大家，我都成日同佢講噶，我哋成日一齊，譬如可能彩排啊，有時可能放 break 啊，食嘢咧，我哋成日一齊食嘢嘅時候，可能就咁去飲杯嘢咧，我話真係好開心啊！同大家一齊真係好開心，即係呢個係好真咯！我覺得喺呢個比賽另外。大的收穫就是賺到一班的友誼 是真的，那大家都很多節目經常會約大家咯，即我覺得是很有愛咯，整件事，所以很珍惜在這個舞台的每一刻咯，是。其實你入了行很久了，是。會不會覺得即是多人認識了，揸邊有啲比賽之後？是。那我入了行都大概有7年、8年左右啦。咁參加《中年好聲音二》呢個節目咧，其實就真係多咗好多留言啊！好多人聽到我唱歌之後留言啊，或者可能佢哋會話我真係因為《中年好聲音二》先認識你。咁我覺得都好得意嘅，即係譬如可能我真係落街去茶餐廳食嘢，我其實已經可能去咗嗰間茶餐廳1-2個月噶啦。咁但係之後佢睇咗電視發現我，佢話：咦，我知道你係邊個，跟住就話俾我聽，叫我加油。咁每一次去食嘢咧，即係佢哋都會同我打氣，我覺得。都是感動的，即我覺得大家有聽到我唱歌，而他們每一次都即是一讚好厲害啊，加油啊咁樣即我覺得總之這些東西是令我覺得即沒想過的發生的東西咯，我覺得在這個節目是賺了很多東西咯，我覺得 很開心整件事，是的。